现在在车上，然后看到一只大管鸠，它要飞了，看到我了。我要去上班了，你来看我，现在是隔着挡风玻璃哦。好，下去跟他拼了，因为我要上班了。我现在距离他很近，不到十公尺。没有脚环，这边就停在这里。我现在距离它不到五米啊，它不跑。五米，哇！不怕我？好，那我就这样拍你啊。对对对对，我去上班了啦，1840mm，现在是960吧？要飞要飞飞飞飞飞飞，要飞了，后退。不看我，还在啊？我会不会很烦啊？对呀，再去追你好了。这是。200-600，装一的加倍镜1.4倍，满框哦。3公尺，2公尺，1公尺，飞！这是在对面车道的电灯上，那我就不拍你，我要去上班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